哎，老板，你这里可以钓鱼吗？可以。哦，那你这边钓鱼是什么收费啊？这个。80啊。嗯。找两个人。8000啊。这么贵。好大的。你这鱼好大，什么鱼啊？鲢鳙啊，青鱼啊，好大一条。好大一条啊，鲢鳙青鱼。这8000是钓一次吗？20，8000钓20次。老板，你看我要么这样子行不行？我钓一次，你看怎么收费？那是最小600的。600，钓一次600。老板，这个好贵啊！最小钓一次600。老板，这太贵了，你这是少一点。没得行，最小的我580。580也好贵哦。最低580，你钓就钓，不钓就算了。是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那行吧，我试一下，580几个小时？580四个小时。580四个小时，鱼我都可以带走了。行，你试一下。转过去了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我去试一下了啊。我的个妈呀，这个心在滴血呀！580钓一次鲢鳙，看我今天能不能盘到这个老板。走。当初是谁跟我说钓鱼不花钱的？现在。我这钓个鱼钓的我自己穷的饭都吃不起了，先开一包这个流连忘返啊，水比我们就1:0.5就可以了，前期开干一点，刚好一壶的水。看来今天要多钓点，不多钓一点的话，我估计我得吃一个月的泡面才能把今天的钓费给赚回来。快说讲吧，希望这个老板啊，他没有忽悠我，这个鲢鳙真的有他说的这么大，不然我这580得钓多少条才能上岸呀？就像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肉棒子打狗，580有去无回。限制我们就选用5多4杆子的话，我们选用一个7米2的猛攻狂刃，先从2米的位置开始钓，边诱边钓，把窝子做起来，走你飘下去。好，如果浮漂一到位我们就抽，管它有没有鱼类，来了，继续。好了，哎，我天哪，这什么鱼啊！哎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个鲢鳙，快来帮我用杆子！快点！我跑了！炸！天哪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我慢点，我打一下。现在这个鲢鳙帮我们在捞杆子，好期待这条是什么鱼。哇，来了来了！哇，这个鱼，让你小心一点嘛。啊，这鱼很大。对吗？哇，好激动！鱼跑了。啊？鱼不在了。没了吗？你肯定跑掉了，在这边。哎呀，我以为鱼还在呢。你开玩笑的嘛，这个鱼很大的。哦，那行，那老板我再继续钓啊。那你先过去，麻烦老板了。这还没开始钓呢，这杆子直接被鱼拉跑了。哎，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钓到更大的。来了，走运鱼啊！我是太给的，太到位了，哇呀！他这果然是什么鱼都有，草鱼一尾。哎，那老板还跟我说他这什么鱼都有，果然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不是那么大哦。这个应该是来探探路的，看这皮毛漂不漂亮，差一点就比我好看了。这钓鲢鳙还能钓到个草鱼，这都是意外的惊喜哦。来，我们先给他下货，抓紧时间钓。来，下去吧。20块钱到手了，谢谢。来，我的瓢呢？我的瓢好像不见了，终于！耶，我说我的瓢怎么不见了？呀，等鱿，什么情况？这可不行啊！这样钓你的话，是不是我钓浅了？怎么全是草鱼啊？我不会是被这个老板忽悠了吧？老板跟我说他这里全是这么大的鲢鳙才收费这么贵，这应该值个2块钱。得，来了，黑瓢了，哇，这条大，我住，
稳住！呀呀呀呀！哎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哎呀呀呀！完了，毛重呢？看，我的个妈呀，这毛重的，我说力气怎么这么大呢？今天真的是什么各路神仙都过来助攻我了。你看这黄金黄金的大板机漂亮吧，平时如果野钓的时候能钓到一条这样的那不得了。哎，下去这个也给它放下放下去。来等你，方圆十公里都是我的窝。别住了，哎呀哎呀，这是什么鱼？来了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哇哇，这个东西哟，跟唱歌一样的。嗯，来了，哇，来站起来站起来。哇，哈，哎，我现在就担心老板躲在哪个角落里看我。来来来，稳住稳住稳住。嘿，你还想跑？让你贪吃，来吧，上来。哎，不能钻进去，哎，不能钻进去，不能钻进去，不能进我的台子里。出来，来来来，不是青鱼，我是青鱼，我来。啊，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大哥，我是来钓莲雍的，我不是来钓你们的。平时想钓你们钓不到，这不想钓他的时候，他拼命的吃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有心插秧无成秧，无心插秧什么什么牛？文化有点低。哎，听话听话听话！我估计你们要笑我。来来看，一位小青宝宝啊，先给他下蛊，让这个老鸨好恨。下去，平时这么小的，我肯定给他放了。走，听话啊，继续。不行哦，这怎么行啊？这老是钓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这我大莲雍一条都没钓到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天气莲雍不开口啊？我老板在那里坐着呢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这有没有莲雍啊？有啊，好大一条，放好多。我钓了四个小时，我一条都没钓到。老板，你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你这退多多少少退一点钱给我行不行？我都怀疑你这个没有人，你别说500把了，58我都没钓到。退肯定就退了，你下次再来钓了优惠一点。我下次来优惠一点是吧？老板，下次是下次的事，我们这次说这次的事。你要么退100给我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老板。好高冷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没得钱。算了算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走吧。这今天运气不佳哦，可能这个大风，然后又大浪，开口不是很好。走吧。吃不了这么亏啊！你刚刚不是说好了不扯皮的吗？大哥，这个水库是你的吧？是我的。啊，我来钓鱼的，你这边可以钓鱼不？可以钓。这边钓鱼怎么收费呢？收费50块钱一个上午吧。50块钱半天是吧？哎，半天。这50块钱有没有鱼？我收费这么便宜。鱼有啊。有鱼。有鱼。这有没有大头啊？有大头啊。那我钓大头。你钓大头啊？啊，大头鱼难钓。为什么？它大头不吃蚯蚓。看来得给大爷好好上一课。不吃蚯蚓是吧？没事，大哥，我想办法钓它。这50块钱半天是不是？ 啊那行，那大哥，待会我钓多了，你不会心痛吧？不会心痛，那你钓的多，你带回去嘛。行，大哥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哎、那行，那我甩给你。今天我来到了江西婺源的一个大型的山体水库，据说这里的水深有50多米深，哦、这里面的莲雍大的。不得了，今天我要过来挑战一下他。我先把饵开了，一包这个流连忘返，然后再加一包这个南北记，因为钓友跟我说这里的花鱼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加点南北记。听钓友说啊，这里的莲雍要么钓不到，要么偶尔上一个一两条能把杆子给钓断，今天我就看看他能不能把我的杆子给钓断。来，我们先抽窝。走你，丢下！好，die Welt verflucht.
窝子里来鱼了。来！哎呀，我说我这个口真的是比较漂亮。哎呀，感觉不是很大呀。怎么回事？你也闻住。半天不来一条。哇，也不小啊。看看看，甜菜。也不小啊，来敲敲敲。我来。哎，敲头敲头，炒紫线做什么来？来。出来亮个相，漂亮漂亮，先给他下壶甜菜。哎，希望就在前方，先下去。走，走你呀，丢下去。又来动作了，哎哎，阴下去了一幕。哎，你看看，他又是这样阴口阴口。啥？哎呀，我让你阴口阴口，嘿嘿，大起来的话又来，哎，扛住，哎，你不发力，我不发力，你发力，我还是不发力。来看，哎呦，不小我，也有个八九斤呢，啊，可以可以。这跟这个钓友啊说的话，以后我们得打对半嘴。哎，我上来，看看我。等等等等，再一个有星星的夜。这爷爷，你说这老爷爷会不会心疼呢？飞机从头顶飞过，这100块钱又到手了，下去。夜空好。第二位，这个莲雍啊，进了窝，它就是一群一群的。哎，走你，彪，漂亮漂亮，一条直线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我自然要动。你知道为什么不？这会儿风平浪静，就是鱼最好吃饭的时间到了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哎，你们注意看这个浮漂啊！哎呀！呀，你看看看，这得蹭啊蹭啊！咦，啥？我让你蹭着吃！哎呀，记不住！哎，哎呀，又来！哎呀，难得呀，这鱼钓的。看，兄弟们，我的第六感准不准？我说这杆中鱼，它就中鱼。来，我们给它微微定啊，定住！我让你发力。嗯，漂亮哈！人们都说女人的第六感是准的，这会儿你们总信了吧？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！哎呀呀！哎呀，发力发力，别发力了，上来！哇，你们看那个头大不大？那个嘴大不大？到手，嘿！这个做剁椒鱼头啊，配点那个泡椒，这不是不下饭下好几碗啊！看这个嘴，他的嘴跟我有点像，这样的憋嘴，这个俗称叫什么地包天。来来下货，漂亮漂亮，到手了。这么快第三条就上来了，一会儿我们在种鱼的时候声音小一点，我怕把老板招来了，待会老板和我扯皮就不好了。来继续走你，必有漂亮。现在的老板都一个德性，你钓多了他就要跟你扯回皮，你钓少了他一分钱都不推给你，还说你技术不行。你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咦，来了，我又来又来，漂亮，这个好了，直接一个大鱼。哇哇，你看这个刺激不？这水面上跳啊跳啊跳，来看我猛不猛，直接给它拔起来，来上去。哇，这个可漂亮，哇，看看看看，
这条不小了，哇哇，发力了，哎呀，发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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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怎么这个时候发力？哎，哎，都给你掉出来，可能刚开始打得太猛了，没刺痛他，然后这会儿他反应过来了，你看，开始发力，哦呦，哎呀，哎，我的妈！哎，十来斤，哇，哇，这不小不小不小，十来斤嘞，哎，十来斤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哦，呦，哎呀，你会不会抄鱼啊，大哥？哎，你跟老板是一伙的吧？我怀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吃，哎呦，这逗我呢，哎呀，呦喂！踩了，今天我发财了！漂亮，继续！追，有口了，终于漂亮！哇，这条大，小不小啊？又一围，这条应该值一个百来块。吓唬那个老爷爷，你怕我吧？没有就好，我怕他心疼啊。对，我打，点了一下，咦，漂亮，收干鱼，嘿嘿，哦，有一窝，发力了，咦，稳住，哎，漂亮，这钓了一天啊，这收干鱼终于给我钓上来了，哈，让你发力，咦，这个收干鱼不小嘞。哎，稳住！我这条大，我这条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妈呀！好险，差一丢丢就跑了。哎呀，我，咦，稳住！来，我们走上来，这下面差一点把鱼都溜跑了。哎呦，哇，这条大，哎，不得了，哇，差鱼快！哎呀，漂亮，终于上来了，哇！我的妈，这鱼也没多大呀，这么大的劲，差一点点就让它跑了，这么不听话，挨打！来，赶紧给它吓唬，嘿嘿，漂亮，走你！哇，这钓这么多鱼啊！大哥，你来了，刚好来帮我抬一下，来。这位小姐钓上了这么多鱼啊，吃不了这么亏啊，这么多鱼啊，你怎么钓啊？哦，不知道了，大哥，你吃不了这个亏是吧？你刚刚不是说好了不扯皮的吗？不心痛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技术这么高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大哥，你说好了不扯皮，这会又扯皮。退给你吧。那行，大哥，你这年纪也大了，那我也不为难你，我就拿一条鱼回去吃可以吧？这个钱，这个钓费我也不要你退给我了。嗯，行。那可以啊，那我拿一条鱼了。拿一条，你拿一条嘛，拿一条鱼，那个鱼全部放下洗裤去。哦，行，那大哥我就拿这条鱼走了。那你下次就不要来了，我亏死。阿姨你好，哎，这那个水库是你的吧，阿姨？是啊，我看那水库很漂亮啊，可以给我钓下鱼吗？不是，自己搞卖。哦，就是你不给别人钓，你自己养鱼卖掉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大派的人。哦，是。那阿姨，你看，要么我给你点钱，让我钓一下吧。不给人钓啊？那怎么给人？不给别人钓啊？阿姨，你让我钓一下嘛！我大老远过来的，也是刚好路过，看到你这个水库啊，特别好看，就想钓一下。我也不怎么会钓，你看可以不？你说多少钱嘛？没关系，我给钱。那要么是这样子吧，
啊，那要么是这样的吗？给100块钱。给100块钱啊？嗯。100块钱有什么鱼啊？阿姨，大翘嘴。哦。大翘嘴、嗯。还有呢？还有胖头。还有胖头啊？嗯。100块钱，大翘嘴，大胖头啊？嗯。啊，那100块钱可以钓多久呢？阿姨。嗯，看着办吧。那行，那阿姨我试一下，100块钱是吧？嗯嗯，那行，那阿姨我这个鱼啊，万一这个运气好钓到了，我可以拿走吧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你不会心痛吧？是啊，等一下拿点钱就可以了。拿了钱就可以是吧？那行，阿姨你好爽。阿姨说她这里的鲢鳙和翘嘴有这么大。收费才100块钱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呢？不过这个水面这么大，这个鲢鳙肯定是有的。今天我们就选用一根这个7米2的猛攻狂刃全能，钓它的大鲢鳙。位置就选择这个大坝上啊，我先把饵开了，一包流连忘返，再加一包这个南北记下去。好，来，我们赶紧抽窝，走你。biu 下去吧，漂亮！浮漂一到位，我们就凑。现在这个太阳起来了，这个水温它上来了，我看到那个鱼啊在上面翻，我们现在钓浅一点试试看。走你 ，biu 下去。哎，追追！有动作了！哎，来，终于！哎呦，终于来了！定中，微微定！哇、哦！哎呀呀呀呀！这个口真的是比较漂亮，快、啊，轻轻点一下，为我打了。好，控住了，微微定控住了。来，我们下来，队友伞不好控你。咦、哎！看看一下有没有阿姨说的那么大啊！哇，浮漂鱼，哇，大头大头、啊！来来来，哇，这里遛鱼好滑呀，好滑，小心小心！嘿，漂亮漂亮！哇，这条不小不小！哇，我说吧，这浮漂一往下撸就中鱼，看，你给我上来！哎呀，我抄网都没准备好，漂亮漂亮，大花姑娘一尾，啊，这皮毛白啊，长得漂亮不？白白的，嘿嘿，动手了，下去，开闸吧，开闸吧，哦，下去，漂亮，嘿，开闸了就好，哎，上了第一条就好办了。看来这个阿姨真的没骗人，这100块钱花的值，还是个大胖头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来，走你，下去。有时候啊，我们钓这个鲢鳙，发现窝里有鱼，它不怎么爱开口的时候啊，我们时不时也要这样，哎，轻轻的逗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一逗啊，这个饵料能快速的、大片的这样脱落，这窝子里的鱼啊，刺激它开口。学废了吗？现在我们盯紧浮漂，有口就打，宁可错过，不能放过。嘿嘿。诶，真的有口了，可以了一下，来来来，给我个，给我一个漂亮的，来来来，来了，又来，哇，这个为什么金呀？这条，要打上来就不带动的呀，哇，看看看，哇哇，后知后觉吗？他现在才发力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哇，这条不大，啊啊、看这条不大，嘿，又是个花鲢，嘿嘿，又是个大头。来，我们下来，这100块钱花的是真值啊！哈、啊，来抄抄抄抄，这个要拿去送给那些七大姑八大姨，是不是？可喜欢我了，来，比上一条小一条，怎么越钓越小？来下去，反省一下，让你哥哥爸爸妈妈来找我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两条我们就回本了。再重鱼，我们声音要小一点，被阿姨听到了不好。我上次吃过亏，哎，我就担心她找我扯皮。走你，下去，漂亮漂亮。
哇，又来，又来一条。哇，公主，这条大。哇，听到没有？我这药线的声音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第三位了。来来来，我下来。嘿嘿，又来一尾。哎，哇哇，看看兄弟们，又是一个滑的。来，你看他的头有多大。来，兄弟们看个近照啊，晚上我们拿它配剁椒鱼头，要下好几碗饭。来，走你，漂亮，走你 ，biu 下去吧，漂亮。打，又来一尾，又来了。哇，控制控制，哇，好，我先打开下去，哇。我打，请叫我威廉大。哎，这小不大，好小子，看，咦，太跑了！哎，你会不会抄鱼啊？来来来，一大桥了，好漂亮，直走，漂亮，继续。文子，我看一下钓多少的了。哎，阿姨啊，我没钓多少，阿姨。看一下，好，你看一下吧。哎呦妈呀！你拿下来吧，你先上去吧，这下面有点滑。啊！你这个鱼啊，别这么多啊！我说不能钓啊，你怎么给人钓啊？那不长记性的。怎么这么多碗、啊？你不是说你不会钓的吗？不是，那你这都骂人嘞！我不给钓，不给钓。我你没偷的就给你掉了啊、哦，那行，他说不会掉了，他掉这么多。那阿姨，要么这样吧，哎，反正我也过了瘾嘛，然后今天这个鱼也养的挺好的，我下次还来，然后这个鱼我就给你放掉吧，好吧？那我就还你的钱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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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我钱、啊，那我把这个鱼给你倒掉了啊。那谢谢美女，要不然给老公骂死了啊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那我就拿来份纸给你嘛啊！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阿姨。谢谢你啊！哎，阿姨，把那个鱼放掉了，谢谢你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这个真的是大好的，我是我不是我不是，阿姨这个桃就不用了吧？谢谢，你是鼻子是自家种的。好，那行，那我就桃收下了啊！好，没事没事，再见啊！再见再见。哇！老板。老板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有人。老板，那个叫你，你不应啊，那钓鱼啊。钓鱼，你去钓呀。你这小姑娘，你推门这么用力干嘛？我要。我叫你半天，你都不理我啊！老板，这个钓鱼怎么收费啊？钓鱼，你钓什么鱼啊？你这有什么鱼啊？我有鲢鳙。还有嘞。青鱼、翘嘴的这些都有。哦，那这个鲢鳙怎么钓？鲢鳙265个小时。265个小时，你这鱼有多大？鱼5到50。哦、老板，这个鱼怎么大小这个悬殊这么大？该不会都是5斤的吧？炸！这么多话的呀？那我可这我就付钱了，我肯定问清楚啊，老板，这怎么叫话多呢？对不对？十几斤到20几斤的比较多。啊，那你直接说10几斤、20几斤嘛，干嘛还5到50斤这么夸张？那个，我跟你商量个事行不行？我身上啊只有200块钱，你让我钓一会儿可以吗？你是来搞笑的？我怎么会是搞笑的呢，老板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老板，就我钓，我就200块钱给你，我钓不到，我也不会找你退钱，就等于你白捡200块钱呐、啊。老板爽快，那钱是退不了的啊。啊，我不会找你退钱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这种人。那我转给你啊。嗯，转给我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我付一下现金给你啊，我拿去。哎，这出门太着急了，没带手机啊，就全身上下就200块钱，好吧？那这个钓到的鱼都归我吧，归你。好，那行，那我就试下啊。老板，你爽快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老板。嗯。来之前啊，我就听钓友跟我说，这里有50斤的，200块钱啊，钓一条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家伙一定要过硬，今天就选用一根7米2的猛攻狂热全能，直接上6+5的线组，要么断杆，要么鱼上来。饵料我们还是用这个流连忘返，再加一包南北记，快速搅拌。
你看这么大一个，这一个管饱啊。好，管它有鱼没鱼，前期先做窝，等这个浮漂啊一到位，我们就抽。咦，来了！咦，我这个激动中了！哇，天哪！哎呦，还好，来微微定，来定住。我一发力了，一发力了，好像不是脸妖哎，兄弟们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像不是脸妖，还好还好。超，哎，套手量，真的是我越来越佩服自己了。我每次不管到哪个水库，只要钓鲢鳙，总能碰到青鱼，佩服不？来，先给他下户，算不算？一会儿再问一下老板。哦吼，那个钓友上树啦！我给大家展示钓技的时候了，坐抛七米二，一条直线，走，看。值不值？哈哈！来了，又来，文竹！哇哇，这个是鲢鳙了吧？嘿嘿，嘿，控住你，还想跑？哈哈。我微微一出手，要么不上鱼，上来了绝对是大鱼。发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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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力了！哎呀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会要发力了？我不能跑，稳住！哎，还不能上，还不能上！哎，哎呀，控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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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控住，哎呀！哎呀，他有好几波力发，哇，这条大头不小啊，不小啊！啊，哎，又一条上来了，老板又走过来了，你看，哎，我们站上来，哎，哦，我还不能抄，还不能抄，还不能抄，钓友，哎，哇，出来！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唰唰唰，哎，汗都被他流出来，哎呦我的个妈呀，这个力气太大了，让我歇一会儿，哎，钓友找准时机抄啊，快准稳狠，来抄，来抄，抄抄抄抄抄抄到没，哇，出来两下吧，我好重啊！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条好大，有没有二一斤？来，这条值钱了，我赶紧给它下户。这这这，一二三，一，恭喜你！好呀，来，我们继续，还有啊，还有时间，来，我们继续，走你，就下去吧。来了，终于让我这口好小啊，天哪，我这个鲢鳙怎么不冲呢？来来来来，我上来，他不冲发力，趁他现在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赶紧上来溜啊。哇，这口怎么这么轻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我这回发力了，哎哎，哇哇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我就知道前面打得太猛了，他没反应过来，这回发力，哇啊啊，这么力气这么大，啊，不行不行。我们来这边聊。我，哎，
哎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，大哥，不要！我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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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硬扛，我就不信能不上来的。看我这样微微地，你还往哪里跑？我。最好是早上不多吃几个蛋，真没力气溜。哇，我不上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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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条有没有三四斤？哎。啊，超子蟹，超疼啊，超疼，超疼，超子蟹还瘦了点，来来来，哇，超到了吧？啊，凶了，哇，不得了，天哪，天哪，这条的，来我来，我，起不来呀，老板，快来帮我一下，一二三。哇，天哪！我的个妈呀！这条有没有三十斤？两百块钱搞我这么大一个，不是说你不会钓鱼吗？哎呦，这个是运气好碰到的，这哪有天天能碰到这么大的？你会不会？是不是在骗我？哇，老板，这个这么大的鲢鹰，我要抱一下，我要抱一下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条最起码三十斤打底，来，我们抱一下。我这样抱不起来，我